这个修改，这个修改是怎样？还是怎样？这个，你看安全，安全线的，啊，重心往前。
站起来，啊，这不要去了这样，重心前倾，对，阿弥陀佛，记得各来各接，每个记得练，啊，所以确实做得很好，啊，但是爱不要，好了是好了，但是嘛爱注意啦，啊，啊，这也是我时间慢慢来的，气功的原因，啊，啊，今天大家讲了带他们来。来参悟这个会啊，来参加，来跟进入这个代自然啦吼，啊加气功啊，就是做好啦吼。即摆啊，拢要想要来试这个吼，都要做潜心态，但是不知道去哪里找，因为网很多，啊唔知咧潜啥物事，啊其实来找太极场，所谓太极场。是站转啊，站转，那个大医师讲的是建筑，啊，两个异曲同工哈，啊，所以哦，可能安装起咱的感悟，感悟就是时间了哈，你安装以后，你要自己要策划，啊，像我这边要来这，啊，各位安尼哈，三甲研究，啊，我嘛爱听啊。前半段六日下六节是气功，啊后半段就是太极场，啊他用太极气力方面来运动，啊，啊我大概是吼，你要来讲咱这个课是安怎讲，啊气功长太极拳，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，气功它要比气，太极拳可以比气。太极拳的呼吸又跟气功不一样，虽然是气沉丹田，可是太极拳它用到气沉丹田是在打拳的时候，但是你跟人家推手的时候，啊，又不一样，啊，你的打拳无一个动作到位都按气沉丹田，啊，就是这个中间需要。气沉的时候再气沉，但是它都是用在推手，推手方面才有吐气沉丹田，啊吸气是到背后叫做气推背，啊这个是有一点点跟我们气功有类似，啊我觉得那个气功它是吸气，直接吸到肾部，等于是太极拳的呼吸法。有一点不一样啊。那现在因为需要健康嘛哈，所以想运动的大有人在，所以不知道要选择哪一样的跟哪样运动比较适合我们自己。好，那那你在一起呢，像今天有人来听，啊，然后来带你带你一点啊，啊，跟你应该这里谈，对你来讲，大家拢有看到这个。气功它的啊太极拳的代表，啊太极拳很难练的，啊所以啊气功你拿方法会晓，确实知影，就拢无问题。啊，因为我来咧直接甲你教气功，你咧问是啥？你爱21天嘛？啊，所以咱只有是安尼十几日，所以我就干啦，甲你算一个，就是较简单的八段锦，啊。用八段锦，啊，教你好，他都要不需要你，啊，今天是见面，先教你的呼吸，跟怎么样把你的经验好，啊，我退休的时候是20年，因为十八高，我只来一点，啊，哪一个都我，啊，所以啊，我因为我的提高了，啊。因为这个是眼睛明亮的嘛，或者会说什么闹大鬼，你要学眼睛明亮的话，爱六千，一千六千句哈，可能你若袂晓烧咧，有人知影哈，就中央就报遐，哈，啊其实这样足简单哈，我的孙啊，我拢把教伊这，我把我教，把咱教眼睛明亮。这个人的精神好啊，看你有招啊，所以像话讲，
那个老师大的啊，好的大学啊，就是那个周亮，就是他，嗯，啊，就我们这个周的啊，反正安尼哦，一头他这个那时候家人安尼哦，爱人家安尼他，啊，太子想家气功一次死，是的哈，没有人等功想干净。所以哦，你来办啊！你会带人办问题，健康的根源啊，健康的根源啊。所以虽然是好的好，但是嘛爱靠你打个自己，每一天要认真的练，不能认真的。我就只讲我就刚暗时一点的，我去上班啊，回来啊，啊回来个人就刚暗时一点。你就我建议是较慢的，我建议哦，十点到到偌济，啊，以前我咧轮，轮班的啊，我是轮班，我本来是台湾来自台湾老师哈，我是台湾老师，好嘛，啊，就轮班，啊，所以我为着身体，所以我嘛爱有跑，啊，跑得起的，啊，安全的，我感觉讲，哎，礼拜安全的，所以。好礼貌二啊，好礼貌二，迄个天神气功啊，即摆人办，即摆现在办礼貌二啊，礼貌我来教的，阮大家听伊过来讲我来教，吼，啊教大家拢用我，大家拢用我，足侪，吼，啊所以哦，爱靠咱家己安全的，像我嘛小小，可能注意，可能注意小事，包括我讲的，我讲的要他。
下边那个一塞啊，啊，好哩，血液循环的会，啊，血液循环变好，靠那个气在塞，那个气难掉啊，血液循